詹福师荣泽斐臣等为元日万国贺，应是诸侯屡见之意。若帝废朝会，孔子应云吾而独言四，民不废朝贺也。郑玄李著云：鲁李三年丧毕，遐于太祖。明年春，帝群庙。又郑治 ，PG 1888。简鲁李春秋。昭公十一年夏五月，夫人归室薨。十三年五月大祥，七月氏旦，公会刘子及诸侯于平丘。八月归，不及于霞东。公如晋，明十四年春归霞，明十五年春乃地。今曰二月癸酉，有事于吴宫。传曰帝于吴宫。景按明堂位曰鲁王李也，丧毕遐止，似有退礼。想考古礼，未有以祭事废元会者。李云即事先近日托不及，容改事三旬。旬设太史令赵义等列称。正月二十六日祭义集，请移第四在中旬十四日，实际移二十六日，犹曰春底，又非退役。既则无书代之机，三元有顺轨之美。既被臣旨移，即宣行。臣等服度国之大事，在祀与荣。君举必书，恐移后巧。折访引古籍，窃有未安。臣等学缺通经，实不积古，备未书纳，可否避臣？冒臣所见，弗听才中。灵太后令曰：可如所执。初，世宗永平、延昌中欲见明堂，而异者或云无事，或云九世，平属年机，遂请致事复议之。赵从无事，即元一职。朕遂改营九事，执事乱不成，宗配之礼弃魔所设。神归初，灵太后赴司徒胡国征薨，赠太上秦宫，时移其庙。至太学博士王延业议曰：按王志云，诸侯祭二朝二暮，与太祖之庙而舞，又小祭云王者立四庙。郑玄云：高祖以下与始祖而舞，名立庙之政，以亲为县，不过于四。其外有大功者，然后为祖宗，然则无太祖者，止于四世。有太祖乃得为五，礼之正文也。文王世子云：五庙之孙，祖庙未毁，虽为庶人，官取其必告。郑玄云：十四庙而言五庙者，荣高祖为始封君之子，名始封之君，在四世之外，正位太祖，乃得称五庙之孙。若未有太祖，以四五世，则正无为是高祖为始封君之子也。此先如今义，当今显正也。又《丧服传》曰：若公子之子孙。PG 1889。有封为国君者，则是世祖世人也，不祖公子。郑玄云：为后世为君者，祖此受封之君，不得四别子也。公子若在高祖以下，则如其亲服，后世迁之，乃毁其庙耳。明始封犹在清县，故四指高祖。又云如亲而迁，犹知高祖之父，不立庙矣。此有立庙名法，与今世相当者也。又李伟云：
下寺庙，至子孙吴。因吴庙，至子孙柳。注云：言至子孙，则出时未备也。此又显在尾即区别若思者也。又进出以宣帝室，始封之君应为太祖，而已犹在祖位，故为嗣珍惜以下六世。待世事相推，宣帝出居太祖之位，然后七庙乃备。此又依准前贵若众归席举者也。妾为太祖者，功高业大，百世不迁，故清庙之外，特更重立。苟无其功，不可独居正位，而具见迁毁。且三世以前，庙及于五；玄孙以后，四止于四。一与一夺名，未末定，求之典礼，所谓前文。今太上勤功，疏决列土，大起河山，传作无穷，永同戴笠。时有始封之功，方成不迁之妙。但卿在四世之内，明班昭穆之序，虽应为太祖，而尚在迷位，不可远探高祖之父，以何？